三个儿子了，大儿子。妈妈，你的儿子。他抱他抱四个呢，你看。哎，丢垃圾桶去捡起来。把那个屎的那个捡起来。那你把那个捡起来，妈妈给你弄。扔垃圾桶啊！来来，给舅舅。这看刚刚四个，现在都没有了。他说啥呢？他说他妈妈我帮我拆牛奶，那个喝完了。哦，老二手里还抱着好几个呢。扔垃圾桶了，好乖哦。叔叔阿姨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啊，阿姨在给我们做饭呢。阿姨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辣椒呢，辣椒炒香肠。辣椒。早上刚刚拆开的一箱，三个男孩子胃口又大又能吃，三个人在一块又比着吃赛着吃，我吃一瓶我就要吃两瓶那个样子。看呀，没了这一箱。这是昨天他大姨买的，谁吃得了？人家三个车，一辆两辆三辆。你家车不少啊！真的是，哎，所以说孩子啊，养一个够用就行，养那么多真的，哎，愁死了。你又干啥去了？一个两个的，来，快出来，来，叫妈妈帮你看。走不动呀！看到没有，一个两个的，来来来来，一杆枪出去啊，来，哎，来两杆枪，两杆枪，三杆枪。女儿哪里去了啊？这枪还不是你射的。我要三个，我要三个，四个，还过来接话不？哎呀，妈妈！现在我看到男的一脑子都是，现在我现在喜欢这样，屋里坐这么多女的，没一个是我家的。四杆枪，一个两个的啊。我家的。对，咱孙女女儿没一个是自己咱家的，全跑别人家去了。好雨滴，下雨滴，淅沥沥，淅沥沥，小雨打在小脸上，打脸大。啊，下雨了是吗？下雨了。哎，我们去批发市场。给那个我姐买点袋子，给她打包以前那些衣服呀，还有打包袋子带到那边去。我们叔叔两个人。嗯。叔叔还有多远？没多远吗？啊，够了。嗯，因为床垫知道吗？床垫，装床垫的那个，把床垫给它遮起来。用褥子吧，褥子卷起来一装呗。哦。你看你给我挂的。这是我给你挂的吗？啊，这明明是你自己在里面收拾的，好不好？你给我扫荡的，你看扫荡一个链子，扫荡一个这个，那还有一个戒指。你而且金银珠宝卖完了，剩下这些什么珠珠啊，你都不换过。好，停，不要拍了。本来是珠珠的手的吗？你要留下来证据，我跟你讲。你是不是打算搬过去就不回来了？跑了啊？回娘家。我看你这个到。真的啊，像把这个家搬完似的，我看，全往娘家搬，你看到没？不打算回来了吗？以后不是娘家，那也是他的家，那是娘家啊，这不能谈。那也是他的家，感觉他以后就不想往这边来了，床垫都带着我了，你看见没？好歹把床是不是搬完床，房子就卖了？不回来就不回来了。老公不回来就不回来了，是这意思吗？我老公的日子，老公都没回来，回来干啥？老公，我婆婆都要带浆出去。你看，厨子什么都搬完了。搬完了，快点搬完了。这虫子，这厨子能不能物流啊？老龙能够得着，老龙也够。那姐夫来，把小姨子拿一把。你说这句话，连声音能不能不要变？能干。拿这小孩的东西。阿姐，还空调能不能拆了也带着？他家装了中央空调，还是灯，这灯也带着嘛？对，灯可以，你们那里没有灯。嗯，把这灯也带着吧。带着。啊，快找个电给我妈拆下来。老家冷，正好宝宝到那里要用。哎，这个放在袋子里，弄了个大袋子包起来。是不是不打扰回来了？你死走开！不能让他们婆婆妈妈听见，我们自己聊。你不要让我，如果你这一作品不热门，估计有七八万人知道，热门的，估计得有
几百万都知道我打算不来了，还悄悄了，是你个快快。你看我姐姐在这边过得这么辛苦，姐夫也不在了，上面我要把我姐带回老家。啥叫不在了？姐夫出国了。姐夫修炼去了，现在筑基阶段。姐夫修炼去了，这边还估计马上金丹期了，等他大圆满回来，再把我姐送回来。你要说二姐夫？哦，二姐夫不是二姐夫。没事，把你也带着啊，没事，等等。哎呀，把你也带走啊，把你也带走哈。把那小娃娃也带着。把那充电器还给我，快点。什么充电器啊？你老拔充电器。把它哪里去了？你妹妹把我妹充电器。我的充电器在这里。那是我的。快充上面应该有名字。我的天啊！上面有名字。我看一下，因为充上面它那个是型号，你知道吗？至于吗？你们两个人不就是充电器吗？啊，他抢我充电器。那把线给我吧，我有根线可以。就一个充电器抢半天了，你看。那我有个充电宝的可以的。人家做个姐夫的充电器给小姨用的咋地了嘛？啊，我不是给他了吗？你不是找到一个了吗？那就怪你这个债舅子，对吧？你老把充电器拔到哪里去了？还给我？看上面有没有型号？哪个是你的？姐夫抢我充电器啊！你管不管啊，大姐？你老公抢我充电器，你管不管啊？阿姐，快，大人欺负小孩。谁呀、啊？龙哥，他欺负我，抢我充电器。这还得了啊？我姐姐跟你结婚满月了吗？怪他了，你们不要怼我老公，这是我老公的充电器。那我的，你们是这里带我老公的充电器。讨厌，这是我的充电器，咋的？我跟你说，三个人咋的？来来，给我过来站这边。还没满月呢，还没满月呢就开始欺负我们小妹妹。啊，是的，男人欺负小孩。哪里真假的？你要不要我们这边站？不，我一定要，我老公示弱，我一定要保护我老公。你们太凶了。坐着。是，哎，别的。来，薇薇，来把充电器给我拔开，来放给他，看他要不来。来来来，拔开送给他，看他要不要。坐着。那拿去。给你，我们不欺负小孩子。给你，来，敢要吗？跑了他。那我们走了，你们在这玩吗？哈。我们在这玩。嗯。我不走啊。嗯。我们走了，阿姨哈，阿姨，走了哈，拜拜。哎，叔叔，拜拜，嗯，把它留给你了。我们走了，拜拜，等等我。走吧，他妈太慢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们大部队出发了，回家去连云港。我们回连云港了。都走了，好冷啊。走，有点饿了，他们都不饿，我一个人饿了，我下来吃碗油泼面，走。吃酸那个什么螺蛳粉吗？你硬生生把我叫过来的，好不好？我一个人吃太无聊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仨吃螺蛳粉了。那螺蛳粉好吃的一批。点了几份？我点了四份。现在咋了？我退了一份。退了一份。啊，吃面嘛。然后一个人吃啊，你们这四个人，对不对？对得起我吗？我不是过来的吗？唧唧歪歪的。过来啊。不过来，我把这车胎气都给他放了，让你们走不了。我们走不了，你也走不了。不走了。婆婆和汉斯小猫。大家好才是真的好，知道吗？小汉斯小猫啊，哎，来了，面来了。这我的吗？吃吧。一碗。两碗，再来一碗。嘿。我还先吃了，我不管你了。你吃吧。点我？你忽悠我是吧？啊，我那边点我了。太坏了，你太坏了！我临时又加了一份，看来你太坏了。嗯，早知道我就不过来了。嗯，又被你忽悠了。谁忽悠你？你爹。嗯，看，油泼面，你们四川有吗？没有油泼面，四川没有。没有啊？四川只有那种汤面，我觉得我们四川的面也很好吃，真的。嗯，确实可以。下次带你们去吃一下。这边只会吃这面，对，这个河南这边河南陕西就吃面。上半鸭是河南的吗？肯定。